你需要帮忙就 cue 我，我很会治他。那通常怎么讲？他会怎么讲？他有一哭二闹。什么一哭二闹？谁跟你哭一哭二闹？那你觉得什么款式比较适合他？对啊。我觉得平常真的就是不会想要送异性包包哎、欸。他刚刚讲郑元灿，郑元畅吗？不是，我刚刚真的听成郑元畅，我想说是我认识的那个吗？哦，不会，我平常不会送，不会送朋友包包。小众包包，你们有好成这样？戳到你笑穴是不是、啊？周汤豪苦谈郑元灿绯闻 ，Ella 扯郑元畅，猪叫救援。是 Ella 陈嘉桦和 Nick 周汤豪代言台湾品牌包包，他先自曝德高望重。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，因为拍《蔷薇之恋》，莉莉姐是演我们的那个管家，去他们家做客。他好小哦，对 ，like a baby，、就是、就是在国小，国小而已，国小，对，好像十几岁吧，然后我干嘛把这事情提出来啊？显得我自己年纪真的很大。哎，事实上 ，Ella 真的善尽长辈责任。周汤豪无法招架时，都带风向转话题 ，carry 着他。先让我想完，对不起，我优雅。记者会后访问，画风本来是健康频道，今年会有点太满了，然后我就发现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就觉得我左半边有点麻，就左半边从屁股麻到大腿外侧那种。然后我想说我要去做检查，因为我20年前不是摔伤过嘛，我在怀疑，也许那个旧伤已经开始有一些问题跑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是我原本的饮食习惯，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吃那么多肉，然后就会很依赖淀粉、啊、所以长期下来就是会比较容易发胖的、嗯、我已经吃了3天 7 的鸡胸肉配蛋会有买不到的口味会生气目前都有买到，目前都最后，尼克最近过得很滋润，脸都圆了，难道是所谓的幸福肥？毕竟日前才被周刊拍到和郑云灿吃火锅，这题突然变成房间里的大象没人戳破。怎么样？干嘛？想说谁要进攻？还蛮幸福。啊、没有，最近瘦了、欸、你们都在讲这种你需要帮忙就 cue 我，我很会治他。那通常怎么讲？他会有一哭二闹。什么一哭二闹？谁跟你哭一哭二闹？单身、谢谢。又到一双恋人未满。那你觉得什么款式比较适合他？对啊，我觉得平常真的就是不会想要送异性包包哎、欸。他刚刚讲郑元畅，郑元畅吗？不是，我刚刚真的听成郑元畅，我想说是我认识的那个吗？哦，不会，我平常不会送，不会送朋友包包，小众包包，你们有好成这样？戳到你笑穴是不是、啊？三立娱乐新闻 Ella 真的很会报道。